坚定的眼神，风中缠绵的香气，说着恋人的絮语。兔孙呐、啊，永远要记住，会哭的孩子才有糖吃，要离开的人也怕留。你姐过两天就回来了，你嚎什么嚎呀？姐，我看你再不听话，我那鸡毛掸子呢？不要！都过来！救命！妹，你别上火啊！等我到上海立刻给你打电话，保护好你就得了。你别走，你要走就带我走。行了，你别跟你自己进去了。你再嚎，我就揍你了。不要，你走吧。姐，我真要揍你了。我说，哎，我来，你先上车吧。好。哎，我说，你说我妈不会真的揍何袅袅吧？放心，你妈心里有数呢。再说何袅袅那么精，她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。何叔，您费心了，这个家呀，幸亏有您。说反了。有你们娘几个是我命好。出发。各位，陈麦冬，小点声。这么巧，来送人。送我？思念。下车的时候让别人帮你取，别逞强。你现在是在担心我呢吧？走了。还有事儿？我跟你说过吧，你侧脸挺好看的。你收敛点。你搁我这儿，倒腾不开了。陈麦冬。你就是来送我，对吧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。那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想好。给我一个吻，给我炙热的双唇，温柔坚定的眼神。说着恋人的絮语，终于相信你是我的。